是我装的，还是手机在这个游戏？为什么主人有个星星，我没有？不会有人。为什么主人有个星星？他妈的！人家热门的时候才要来，你他妈自己涉足哎！你连自己的朋友都可以这样相信，你好奇怪，好放火！凌晨，你是不是在偷看我的奶在掏啊？你好变态哦！为什么你看得那么恶心啊？哦，不要有个星星，因为人家有订阅啊，不是你，人家有加入会员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热奶的时候你才会出现啊？你这个人很奇怪哎！我没想到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想跟我上床哎、欸，受不了哎、欸，我真是受不了，轻轻给我。嗯嗯嗯，身为兄弟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拿着别人的痛处这样子臭臭，你想要偷懒好不好？他在开台。你只是在偷牌，这偷牌，烦死哦！偷牌，哎、欸，要不要一起玩《黑金之眼》？像我昨天那个游戏，现在要玩吗？所以欢迎战火加入普通校级少女，你现在的秘密怎么？你可以秘密的。你真的要玩吗？干！我今天要唱歌啦！我今天要唱歌，等明天再说。明天再说。好，明天啊，他先唱歌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他是要告白，你去跟他谢谢元素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在 YT， 没关系。我觉得 YT 没关系。好啦，谢谢原住民，原住民。连住都打错。你是台湾人啊？谢谢波波30块 ，Love you， 哥哥嘛，感谢你。啊，行，那是算波花台。我没有看他奶，我没有看笑笑奶，我没有看笑笑奶。那个是番薯，那是番薯。呀你啊你啊哦哦哦，呀你啊你啊哦哦哦哦哦哦哦。红手预备。准备收集！我看到了飞鼠，我看到了飞鼠，飞鼠。